干什么？什么问题？确定一下先。啊，你先停停，刚才。麻醉针干嘛？哎，说。有，还有呼吸，所以我们先做什么？打麻醉针，打哪里？打哪里？打下来，对，才是对对。这样打哪里？这里。没有，他没有动静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取出他的心脏。对，来刀，拿来刀。啊，刀，快，赶快，我们要取出他的心脏，我也要保持他的生命，继续活下去。我们要活下来，开刀，所以我们要开这里刀。来，停一下，有呼吸吗？停。哎，呼吸慢掉，呼吸慢掉，哎。取出来的，快点快点住！等一下，哎，心脏，什么盖？所以还有呼吸吗？还有呼吸吗？我听，哎，是在那边，快点！有呼吸啊，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哎，打走 ，two three four， 打走，不可以啊，没有时间，打走，快打走，来，医生快，来。来，一二三，不，一二三，我不敢来，来，来，还有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该上吧。OK， 把他送去富贵山庄医院。富贵山庄，现在富贵山庄医院。哦，好，他没有要买地毯。马上去，我再也没有买送去。OK， Go， 走。少，来帮我排啦，好吗？